一片土地所面临的危险与考验远比你们想象中更多，大旱、洪涝、暴雨、飓风、地震、海啸、火灾、恶疾，璃月大地上灾难从未彻底消失过，过去不曾出现的麻烦日后也会诞生。曾经是他陪伴你们走过荒芜的平原，来到港口，则是他亲手点燃璃月第一盏夜灯，让饭菜的香味飘入千家万户。你们不再记得他了，但在你们还认得他的时代里，他是最最亲近人的仙人。炉灶之魔神马克修斯诞生于石块碰撞激出的火星，他司掌炉火与名声，是一位喜爱人类的魔神。千年前，古人扩建城市，到平原上建立聚落，取名龟离集。灶神惜护民生，化出分身潜入千家万户，帮着生火做饭，助人团圆。然而一场洪灾夺去了家园，大水毁灭了龟离集，居民被迫南下迁回璃月港。路途虽不很远，途中却有狂风骤雨，仙人护送民众走了十多天。期间灶神制作出一种古老的美食，由馕与能驱湿驱寒的肉酱组成，易于携带。后来数百年，大地上有灾难与疾病，灶神不再频繁出现，而是将全部力量汇入土地，用以平息种种灾害。耗尽力量的灶神知性大减，身形也变得很小，最终与我们告别时已不足一人高。他将带来幸福的菜式与炉火的奥妙告知帝君与我，自己去往山林，久久地睡去。灶神此行此事，锅巴便诞生了。醒来那日，他吃到黄衣女孩做的腊肉窝窝头，虽记不得往事，仍被打动了，决意要跟着这个女孩。灶神悄然消失后，每天清晨商贩早早地开始摆摊吆喝，人们外出采买，生火做饭，与过去每一日并无区别。因为璃月啊，从来都是如此。风雨犹住，山海同欢，是成天地之佑。须臾斗转，沧海桑田，烟火人间依旧。功名在我，百岁千秋，无忘秉烛夜游。今古诸事，激荡中流，宏图待看新秀。你跟我们提过，吃喝原是人间盛事，因为吃要吃最好的灵气，喝要喝天地之精华。你说这是顶顶重要的事，人生在世得吃饱肚皮才好赶路，
吃喝一事可小也可大。说小，可取一捧粟米尝，即时上甘泉水；说大，可取一壶星月饮，行千年人间路。老朋友啊，你沉眠的这段日子里，璃月已经变得这么繁华，这么漂亮了，你高兴吗？锅巴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来，他已经不是从前那样了，变得连话都不会说，没办法告诉你呀。锅巴，你，香菱，不必难过，香菱，凡事都有两面性。锅巴虽然知性不比从前，却也抛却烦恼，真正做到了无忧无虑。在这天地之间，哪有绝无烦恼的人呢？我们拥有知识与头脑，自然会为种种事物困惑。但他比我们走得更远，既有智慧也有胆识，拿起过又放下了。如今这一身轻松，是他正在休息的证明。你若待他好，更要多照顾照顾他，与他一同走走跑跑，吃喝玩乐才是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做的。香菱，你是个有仙缘的人，锅巴跟着你是对你的认可啊。刚从漫长睡梦中醒来，就在一份腊肉窝窝头里找到了熟悉的味道。即使那么久的时光，他也还记得自己发明的菜，并认可了你做的这道菜。是啊，吃家乡菜就会想起家乡，就算记不得从前，锅巴吃到你做的菜觉得亲切，才跟着你的。也许就是你让灶神头一次体会到了作为纯粹的食客的快乐。你真的是个好厨师。要真是那样就太好了，因为为食客带来笑容就是我们厨师的使命呀。好了，时候不早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得同各位告辞了。旅行者、派蒙、香菱，谢谢你们，等有时间我会再来找你们的。虽然老爸可能已经听说了，但我也得回家包个鞋。哦，说来大师傅好久没去我们家吃饭了，不如一起回去吧。老爸一直很记挂您，老是让我请您去家里坐坐呢。哎呀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走吧，慢慢的走一走这条老路，到山下去看一看城里的大家都在忙些什么。